正直而家点啊？佢瞓着咗啦，唔使担心。乜你一直喺度？我见佢瞓觉成日咳，我攞部空气净化器听，你听到好啲。你咁关心佢啊？点解仲要扮恶赶走佢啊？我觉得佢留喺女神身边，对佢好啲。都未瞒过侄仔，你又点知佢点拣呢？之前明明讲好咗要同佢讲清楚噶嘛，点解无端端转态啊？我唔系唔想落去佢身边，但喺佢心目中，佢亲生老豆系一个无论遇到几多困难、几多嘅痛苦，甚至要同屋企人分开，都会坚持自己职责嘅人。我唔想令佢失望，所以你就决定继续做卧底，唔认翻佢住。佢令我谂翻起自己嘅初心，因为唔系所有人都系承受到一个卧底背负嘅嘢，所以更加要坚持落去，拉更多嘅饭。咁你唔担心之后侄仔对你嘅误会越嚟越深？你越难同佢解释咩？如果佢可以好好咁生活，做一个正直嘅人，就算佢唔会我死，我都冇所谓。咁你对你自己有公平咩？如果有一日 CIB 唔需要我，我再考虑。但系只要警队一日需要我，我都会做落去。搞咩啊？掉咗咪呕佢咯，跟住戒手啊！你睇下呢个世界啊，只要你唔放弃，点都可以搵翻希望。系啊，正直啲嘢，阵间麻烦你攞俾娴姨。哦，阿娴姨话咧，晏昼接完侄仔放学，会带埋佢接女婿出院。佢呢次搬翻去住，都唔知几时先会过嚟。你一阵要唔要同我一齐去沐足店见下佢啊？唔啦，你去咪得咯。我打算同韦俊荣合作，一起调查苏志安。会唔会苏志安派佢嚟做软仔对付我哋咧？你唔好信佢。我当然信佢啦，佢系我男朋友。通常佢系交低啲嘢，交低咩啊？屌你啊！阿爷，